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款鸡爪花的编织方法。这款鸡爪花呢，这个花型呢，我们可以织毛衣、帽子，都很好看。而且这个花型织法是，四针四行一组花。我们起针的针数可以起四的倍数减一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编织这款花型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起头是27针，我们起单数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织这个花型需要单数针。好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我们织两针下针，绕线，挑下一针不织，我们继续再织三针下针，绕线挑一针，我们绕织三针下针。我们这个花型是从反面开始编织，第一行绕线挑下一针不织，我们继续织三针下针。反面第一行的规律是绕线挑下一针不织，然后再织三针下针，绕线挑下一针不织，我们直接织下针，织三针，绕线挑下一针，我们织三针下针。好，反面织完以后，我们调转方向来到正面，好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我们先织三针上针。好，我们上面搭了这一根线，我们这一行还不织，挑下来，从针上绕一圈，我们继续织上针。好，又来到这个上面搭了一根线上，我们挑下来，从线从这针上绕一下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好，挑下来不织，绕线织上针三针。好，挑下来不织，绕线织三针上针，挑下不织，绕线织三针上针，挑下来不织，我们绕线织三针上针。我们这个起头是四的倍数减一针，这个花型起头是四的倍数减一针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正面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我们织两针下针。好，绕线，我们从这三针里面一起穿进去，绕线，先织出一针，绕线，我们再从这里边再织出一针。我们织出了三针，好，我们再织三针下针。好，把线绕上面，我们三针一起穿进去，先织出了一针上针，然后把线从针上绕一圈，再穿进去，再从这针上再织出一针上针。好，接着再织三针下针，绕线织上针，然后再把线从这针上再绕一圈，再穿进去，再织出一针上针，然后再织三针下针，绕线，我们三针一起穿进去，绕线
我们先织出一针上针，然后再绕线，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上针。我们这一个孔里等于是织出了三针，好，接着再三针下针绕线，我们三针一起织出来一针上针，然后绕线，再从这个孔里再织出一针上针。好，我们再织出三针下针，我们再织三针下针，好，绕线，三针并在一起织出一针，绕线，再从这里边再织出一针上针，绕线，然后再织三针下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正面。好，现在是这是正面。好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我们织一针上针，绕线。我们这个是上一行的一针放三针，三针的第一针和这一针上针，我们把它两针一起织，也就是并成了一针。中间的一针我们织一针下针。好，后边的这一针和这一针上针，我们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我们这一针挑下来，先织后边这个下针，然后把这一针套到上面去。好，接着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三针的第一针和这个上针两针并成一针，中间一针单独织下针，后边一针挑下来，然后先织后边这一针下针，然后把这第三针套到这上面。好，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三针的第一针和这一针上针两针并成一针，中间一针织下针，第三针挑下来，然后织它后边的这一针下上针，织成下针，然后把第三针套到上面。好，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两针并成一针，单独织一针，挑下来一针，织后边一针下针，然后再织，再把第三针套到上面，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两针并成一针，织一针下针。好，第三针挑下来，然后我们织后边这一针上针，我们把它织成下针，然后把第三针套到上面。好，织一针上针。好，三针的第一针和前面的上针两针并成一针，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第三针挑下来，我们织一针下针，然后把第三针套上去。好，绕线，我们再织一针上针，然后再织一针下针。好，我们这一组的花型也就织完了。好，这一组花型织完了，我们再重复的教一遍。好，我们来到了反面。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我们织两针下针，绕线，挑一针，织三针下针，绕线，挑一针，我们再织三针下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挑针，我们挑的这一针也就是这个花型中间的这一根针，这一针每一个花型中间的这一针都是挑下来不织。绕线，挑下来一针，织三针下针，绕线，挑一针不织，我们织三针下针，
绕线挑一针，我们织三针下针，绕线挑下了一针，我们织三针下针。好，这是第二组花的第一行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组花的第二行。我们织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我们织两针上针，然后上一针没织的，还有上面搭了这一根线，这个我们同时挑下来，绕线，然后我们再织三针上针，挑一针不织，绕线，织三针上针，挑一针不织，绕线，织三针上针。挑一针不织，绕线，织三针上针，挑一针，绕线，织三针上针，挑一针不织，绕线，织三针上针。好，我们调转方向，现在我们织这个花型的第三行。好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然后织两针下，绕线，我们把这三针一起穿进去，绕线，我们先织出一针上针，接着再绕线，再从这个孔里再织出一针上针，绕线，把线绕下来，我们接着还织三针下针，绕线，我们把这三针一起穿进来，绕线，我们先织一针上针，接着再绕一圈，再从这里边再织出一针上针。好，绕线绕下来，我们织三针下针，绕线，三针并一针，之前织出一针上针，然后我们就不退针，绕线一圈，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上针，把线绕下来，织三针下，绕线，继续绕线，再织出一针上针。好，然后织三针下针。好，三针并成一针，先织一针上针，绕线，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上针。好，把线绕下，然后再织三针下，绕线，我们三针并成一针，织上针，接着把线再绕一圈，再从这个孔里再穿进去，再织出一针上针，绕下来，再织三针下针。好，这是这个花型的第三行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织这个花型的第四行。第一针挑下不织，然后我们织一针下针，然后这个一个孔里出了三针，我们把第一针和这个上针并成一针，然后中间这一针我们织下针，后边这一针挑下来，我们织它后边这一针，后边一针这是上针，我们把它织成下针，织完以后把这个第三针套到这上面。好，我们接着织一针上。好，前面两针把它并一针，中间一针织下针，后边第三针和第四针
我们把它支撑下针，然后把第三针套到第四针上。好，先支一针上针，再支一针上针，好，三针并一针，再支一针下针，挑下来不支。好，我们也可以这样两针并成一针。这个方法是两种，你喜欢哪一种方法你就用哪种方法。好，我再织一下另外一种的方法。好，织一针上，第一针和这上针我们把它两针并成一针，织下针，中间一针我们织下针，第三针挑下来，第四针也挑下来，然后我们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好，接着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前面两针并成一针，中间一针织下针，看我们第三针挑下来，然后这个再挑下来转一下，然后我们这两针把它并成一针，我们这个方法也是可以。织一针上针，好，中间一针也织上针，好，第三针挑下来，第四针这样挑下来，不要这样挑下来，这样挑下来，我们把这两针并成一针，好，然后我们再织一针上针，后边织一针下针。好，这第二组的花型我们已经织完了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继续编织。我们这个花型四针一个花型，我们起针数是四的倍数减一针。好，我们按这种方法继续编织。好，现在这款花型我们接着可以继续往上织，这个花型可以做织毛衣或以织帽子，用处很多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